我吧，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，从生出生到现在，我吧就是听话，从小听妈话。现在呢，就是学佛了，我听佛的话。我现在吧，就得俩字儿，欢心。我成就了自己，我才能成就别人。所以吧，就是我每天为什么笑呵呵的？我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。我跟孩子说了，我说的，妈妈今生没有遗憾的事，妈妈今生非常满足。我笑着往生，自在往生。其实现在连品也告诉你，我不需要助念，瞬间就走了，跟着佛就走了吧。但是为了度众生吧，那就是说的这个形式呢，还得走。妈妈，坚定信心，念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孩子放心吧，妈妈一定能做到。而且做的出色。我先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美景，我往生前后的景的瑞相，我都写出来。我先写出来，我就是要用这种形式表达。我成功了以后，给后辈的人哈，后世就是还有9000年这个苦难众生走捷径之路，一看啊，你看就念阿弥陀佛就成功了。我用什么独特的方式？我现在不，这不还有气儿，在这生龙活虎的坐着呢吗？没往生之前，我用寄送的方式，寄送的方式，把咱们极乐家乡的美景，全用寄送的方式写出来。我往生走的形式，我度众生现在吧，就是我没走之前，我就用这种方式在度众生。我走以后，就是我所写的寄送，用我生前写的寄送，我就是往生之后就是种种的对象，和这个我往生之前的寄送对起来，你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事实来验证，用事实来验证，你信不信？少，我呢就是无量寿经大经解六百集我看完了，望尽还阳万，我看了一遍，完了是接着我看的大经科注，现在大经科注吧，我没看完。看了这些个经以后啊，看了这些光碟以后啊，我多了我记不住，我就记住了2个字“欢心”。我吧，本是一棵无名的小草，我从大自然中来，我回归大自然中去，我悄悄的来，我悄悄悄的走。我原来吧，我是这样做准备，可是现在阿弥陀佛老师傅给我这个重任，为下面居士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的上本做正观，为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科注做正转，也为净空老法师苦口婆心的86岁高龄还在把苦口婆心来教育这个大家呀，那种爱心让大家赶紧回家，众生迷惑不解，我为这3位老师做正转。他是在前台前告诉了你是吧明的，我是隐的，不行，善巧方便吗？咱们就改变方法。我就给他来个独特事儿。欢迎家乡的莲友光临道上。阿弥陀佛。
弥陀佛。我也是双城人。稍等一等，我起来。主角吧，该生产了。阿弥陀佛。你们别看我这样，别看我身体，加油！啊，这是假的。我现在一点痛苦也没有，成天法喜通啊。阿弥陀佛。时间嘛，到了，我这个家乡的亲人都来了，托点消息，我早都坐上金刚台了。实际吧，现在咱们都在七宝中间，咱们嘛都在莲花之上，咱们有形的众生是这么多，那个无形的朋友，没法计算。诸佛菩萨、天龙八部、龙天护法善神，现在都在，早都已经来到了。因为佛菩萨给我的使命，让我来吧，那个做样子给大家看看，让大家吧都回家。阿弥陀佛，一切交给佛菩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自由了。阿弥陀佛，活的潇洒，走的潇洒。我上场的演戏，我今天演的是独角戏，这是独角戏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就是一尊玉佛，就是一尊玉的木佛，现在就在这儿。还有几分钟，我就要。走吧，现在都发火的，都在大家的身边，希望产生在太阳不见屋里，我可以看见屋中的景象，挂上了电话。时间一到，我带着无量无边的众生一起回家，高高兴兴。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愿，也不是我个人想象，是佛力加持，佛菩萨给我的任务。我还有新的任务，所以我必须去讲。净土法门出证，净土法门当首证。我现在已经上莲花了，我就站在老师傅的身后，看大家为我送行，谢谢。圆满。
的世界各地、全国各地的莲友，尊敬的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也是一个喜讯。我的姐姐刘素清居士日知时至上品上升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她是活着往生的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她往生的具体时间是2012年11月21日中午12点整，分秒不差。我为有这样一位好姐姐而高兴而自豪。今天我想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，具体的事情往生过程请各位莲友看后面的光碟。首先我向各位莲友报告一下我姐姐往生倒计时五天表法是什么因缘。这个话要从今年的六月份说起。六月份我去香港参加大经节演绎学习分享报告会，在那个会上很多同修给我提了好多条子让我回答，让我答疑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疑虑，特别是有很多佛友提出真的能活着往生吗，这个疑虑是最多最多的。我当时记得我在讲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，如果阿弥陀佛批准，我现在在台上就给大家表演一下活着往生是怎么回事。可是阿弥陀佛不批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以后再找机会吧。从香港回到哈尔滨以后，我和姐姐说话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是电话，因为我和姐姐不住在一个地方，在电话里我跟姐姐说了我这次去香港的一些感受。我对姐姐说，我说姐呀，现在当务之急最缺少的是一个表法的人。姐姐问我，小云呐，表什么法？我说表活着往生的法。我说如果阿弥陀佛批准，我就来表演。可是阿弥陀佛不批准，那我去找谁来表演呢？当时我姐姐说了一句，小云，你不能表演，你还有任务呢，你得留下来，我来演。姐姐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相信姐姐说的话，因为姐姐比我大四岁，可以说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对姐姐的脾气秉性和她的为人非常了解，我想姐姐说话是算数的。就这一句我来演，就是我姐姐这一次往生表法的最初因缘。姐姐说表法，她实际这几个月她一直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的准备工作我不知道，我们两个没有交流过。但是这一次五天倒计时往生实实在在的表演，我觉得姐姐是做了准备的，她确实抱着必胜的信念，一定要把这个活着往生的法表演好，她是负责任的。我第一次知道姐姐往生的时间是在今年的11月8号。10月7号那天我去平房看望我的一个老同学还有我的一位老师。我的老同学患胃病，做手术胃切除1/3。头几天我和他通电话的时候，我问他身体状况怎么样，他说身体不好，做了手术2个多月了，刀口不封。
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，我说不封也挺好，开个天窗，空气流通的好。说完我俩都笑了。另一位我去看的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，我听说老师身体状况不好，我想我一定要去看看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另一位小学班主任老师举桂仙老师去年往生的，他往生的时候，我听后来老师告其他老师告诉我说，素云呐，菊老师往生的时候就有一个遗憾，没有见你最后一面。实际我一算时间呢，当时我已经回到哈尔滨了，但是我不知道老师要走的这个消息，所以老师没有看我最后一面。因此我听说这个老师赵老师身体又不好，我想我不能再留遗憾了，所以那一天呢，就是11月7号那天，我到平房去，上午先看我的同学，下午去看我的老师。为什么下午去看我老师呢？我想可以在老师那多待一会儿，因为很长时间也见不了一面。就这样，中午呢，我想不要麻烦我的那个同学，他身体状况不好，不能在他那吃中午饭。我也不想麻烦我的老师，快80岁高龄了，别忙忙活活再为我们去做饭。我就想到我姐那去蹭点饭吧。一打电话，我四外甥女正好在家，如果她不在家，我姐没办法开门。她在家，我们就说去蹭一顿饭。所以我们就中午就到我姐那儿去了。到那以后一进门，我一看我姐有点瘦了，我说老婆子怎么有点瘦了，是不是要回家了？我姐爽朗的笑了，说快了快了。这就是11月7号的那一天。在我姐姐那中午吃饭也大概就半个多小时时间吧，吃完我们就去老师家了。在老师家3点多钟，不到4点，我们就直接回哈尔滨了。那就是10月7号，我见我姐姐这情况。10月8号，也就是见我姐姐的第二天早晨，我磕头的时候，因为每天早晨我是起来磕3个小时的头，我磕头的时候就有一种是谢谢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我说不清楚。从03年到现在，我一直是这种状态，我看不见，我也听不见，但是我就知道了，这是一种什么情况，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说不清楚。什么？那天我知道什么了呢？就告诉我一段话，意思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姐姐并非凡人，她是菩萨来度众生的。他就要圆满了，往生时间在1个月之内，不用助念，自在往生，一切由佛菩萨来安排。当时我看看时间，是早晨的6点15分左右，我怕后来忘了，我就用一个小纸片把这段话原样的就记下来了。这就是10月8号那天，我第一次得到姐姐要往生的消息。那按照那个时间一算呢，还有1个月时间嘛，那就是10月8号到12月8号这个之间，这个那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，不是特别确切的时间。第二次我得到姐姐往生的消息是11月15号，也是早晨我拜佛的时候得到的。这一次的消息是给我一串密码，这个密码就是2012112112，后面写着我姐姐的名字刘素清。我就用一个很小的小纸片就把这一串数字记下来了，揣在我的兜里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，也没有跟我姐姐说，就我自己知道这个密码。我自己对这个密码的解读是2012表示年，11表示月11月，21表示日
11月21日，后面的12表示几点钟，那就是中午12点钟，连起来就是20121121212，我称它为是密码。这个密码呢，我就把它揣起来，我就想以后来验证验证，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11月8日发生的事，11月8日和11月15日两次得到姐姐往生的消息，就是经过就是这样的。11月16日的中午，我姐姐给我来个电话，电话说的非常简洁，原话就是这样说的：“小云，告急，加速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我说听明白了，我姐姐那面电话就撂了。因为在头一天我已经知道姐姐往生的确切日期了，所以姐姐这个话我一听，我肯定是听明白了。你看，告急，加速，问我听没听明白，为什么有加速这个字样，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。因为是锦州有一个同修40岁，一位男同修，癌症晚期，全身扩散，他希望见见我。他的妻子就给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写了一封信，说他丈夫才40岁，现在癌症已经扩散全身了，没有多长时间了，他特别希望能见见刘老师。佛陀教育协会就把这封信转给我了。转给我以后，那时候正好我从香港回到哈尔滨10天，我就当时就让大云赶快买票，咱们两个过去看看。所以我就和大云，我们两个到锦州去了，见了这个佛友。这个佛友呢，他毕竟是比较年轻，才刚刚40岁，而且学佛的时间也不是太长，对这个死亡啊还是比较有恐惧心理的，对这个往生可以不能说信念不坚定，应该说没有多少信念吧，他属于这个水平。我回来以后，见到他回来以后，他就对我产生了一种依赖，他总想啊，有刘姨在，我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几次给我来电话，后来我想不行，他这样依赖影响他往生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就把电话断掉了，以后你不可以再跟我通电话了，你要想阿弥陀佛。这个他叫刘建志，这个建志啊电话里就跟我说，刘姨啊，我不想阿弥陀佛，我想你，我想刘姨。我说你想刘姨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，做不了佛，你得念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，你才能去做佛。虽然是这样说，他也答应了，我以后我想阿弥陀佛，我不想刘姨了。但是从他的电话里，我还是感觉到他还是在想我，念着我。后来又有一次电话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这么个情节，他说，刘姨啊，我两次见到阿弥陀佛了，我没跟他去。我说你两次见阿弥陀佛，你怎么不去呢？他说我就想，那我还没见着你呢，见着阿弥陀佛了，没见着刘姨，所以两次都没去。我说这个傻孩子呀，你可不能再错过第三次机会了。我说第三次你要错过了，那阿弥陀佛可就不接你了，你就回不去家了。在这之后呢，他给我来一个电话，又说他的想法。后来我就想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建志啊，这么的，今天啊，我让你跟我姐姐通个电话，我姐姐是骨癌晚期，全身扩散，你看看老人家他是什么心态，他对往生极乐世界是怎么看的，行不行？我把我姐的电话号告诉你，我先跟我姐姐联系上，10分钟以后你再跟我姐通电话。他说那好。我说那你就叫大刘姨，我是小刘姨，我姐姐就是你的大刘姨，就这样说好了。放下电话以后，我就给我姐打电话，我说姐，一会儿锦州一个同修给你挂电话，你好好开导开导他。我姐说行。接着呢，这个刘建志啊可能就给我姐打电话了，
我听说两个人电话通了一个小时，我姐姐在电话里就告诉她应该怎么样坚定信念，怎么样求往生，一定要回家见阿弥陀佛慈父。后来我她可能也说了一些就是不是太坚定的话吧，还是有疑惑。我姐姐说那样行不行见智，大姨领着你一起回家。这回她高兴了，后来他又给我来一次电话说嘛，刘姨呀，我大刘姨说了他领我一起回家，我这次有信心有把握了。这个事儿这不就这么过去了吗？又过了几天，他妻子又给我来电话说，刘姨呀，我家那个建志啊，他这种情况正不正常啊？我说怎么的了？他说建志总像昏沉。我说他没昏沉，我说千万不要跟他搭茬，不要跟他唠嗑，不要问他这个问他那个。哎，你们看着他昏沉，我知道他没昏沉。他说有一天呢，他就对我们说，他说妈妈弟弟和我在跟前，简直就说我已经往生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说我们几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说没有啊，不知道啊，你啥时候往生了？你这不还在这床上躺着呢吗？他说我往生了，你们怎么不知道呢？后来他就指着他弟弟说，说他知道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妻子啊就问他这个小叔子说，你知道你哥哥往生了吗？他弟弟说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说梦见我哥哥呀站在莲花座上，但是他不是在咱们这个地上站着，是在那个太空里站着。因为他这个弟弟呀可能也不信佛，他也不懂，所以他看到的他哥哥是站在莲花座上，他说是在太空里站着呢，说一个人旁边没有人。后来我说那建志是不是还是在等他大姨呀？这所以一个人搁那等着呢，我就说，我说你告诉建志，你说小刘姨说了，哎，你不要等大姨，你先去极乐世界，你再回来接大姨不一样吗？你别那傻等啊。这是我和他妻子的一次通电话。之后呢，我就跟我姐姐电话里说了，我说姐啊，那个锦州的建志啊，见着阿弥陀佛也不走，哎，就是原来说没见着我，我说现在又等着你呢，说我没见着我大姨，我不能走。我姐说，哎呀，这孩子等着我呢，那我得快点了。哎，所以我说我姐姐16号中午的电话里跟我说加速是不是就是这个姻缘，但是现在没法考证了，姐姐已经往生了，我觉得是这个姻缘，因为她知道建志在等着她，这是一个姻缘。第二个加速的姻缘就是姐姐又有新的使命，马上得回去，而且马上得回来，回来干什么大家都会明白的。那你看了我姐姐往生这个光碟，你就知道我姐姐为什么提前往生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姐这次往生她是舍寿十年往生的，这个我早就知道。姐姐还有十年寿命没到，就是说阳寿没到，提前往生回家了。回家干什么？接受新的使命。这个使命还是和娑婆世界有关系。所以说，姐姐，我给她说的一个词儿就是速去速回。现在人家已经速去了，那是不是速回了呢？反正我没看着，但是我觉得姐姐早已经回来了。就是这么一个姻缘吧。下面我再给大家就像讲故事吧。就是中午16号的中午，我接到姐姐这个告急电话，我立刻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还是怎么的，我现在说不清楚，就是必须得给姐姐录像。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儿，我没有给任何人录过像，或者安排别人给谁安排过录像，没有的事。这是第一次，脑袋里就一闪给姐姐录像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给小宋打了一个电话。这个小宋是谁呢？就是
我那个信念光碟里曾经说过的，就是我和他一起送张荣臻往生，那是2003年，就是那个小宋。嗯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我一打电话小宋接了特别高兴，因为我俩老长时间不联系了，我这面不是隐居吗，他那面也忙活他的事儿，我俩很长时间没有联系。他接到我电话挺高兴，他给我报告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说刘姐，我前些日子送了一个老菩萨往生，是他弟妹的妈妈，叫王兆凤。他说老人家走得特别殊胜，当他说到特别殊胜的时候，我马上我就接了一句，更殊胜的在后面呢，我都不知道我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。然后这小宋那面立刻回了我一句，是大姐吗？我说你太有智慧了，这就是我俩电话里的对话。你说这么长时间我俩没联系，难道是巧合吗？他那边说我能接上茬，我这边说他又能接上茬，真是奇妙极了。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他就说我现在啊可能又有新的任务了。我说你有什么任务啊？他说昨天呢我在双城，因为他哈尔滨呢这面是他跟他儿子在一起，这面有个家，双城那面还有个家，就是她丈夫老王在那面，小宋呢是双城哈市两边跑。他说我昨天在双城，在老王那面，哎呀我就得到一个信息。我说什么信息呀？他说韦陀菩萨来了，就告诉我一句话。我说你神了，韦陀菩萨告诉你一句话，什么话呀？他说受菩萨旨意整装待发。哎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他说我还不懂什么叫旨意，我就问我家老王，那旨意是啥意思？老王就给我简单说那是高级的，那旨意表示高级的啊。你要是受人之托那就是低级的，实际也可能解释的不是那么太贴切。反正就这么跟小宋解释的。说那整装待发什么意思呢？老王这么给他解释呢，说整装待发呀，就是让你做好准备，你可能有什么任务了，让你准备好，哎，命令你一来你就随时就出发了。他说大姐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说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他说你看我昨天晚上才回到哈尔滨，你今天中午就给我打电话，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？我说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住，明天早晨咱俩一起去平房给大姐录像。哎呀，他说刘姐啊，这是不是我就整装待发了？我说那可能是吧。就这样，小宋就那天晚上到我家来住了一宿。第二天也就是10月17号，我俩一起去平房给我姐姐开始录像。这就是倒计时5天往生表法就开始了。你看从11月17号到11月21号是5天的时间，这5天的表法精彩绝伦，后面你们看电视就会看明白了。然后该解释的我在这里我再简单给大家做一点解释。这是就是这一段我给大家说的，就是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怎么引起来的。哎，就是这么引起来的。11月17号，小宋我们两个到那以后，一看我姐姐什么状态，红光满面，精神饱满，神采奕奕。哎呀，我就想这老菩萨真是说到做到啊，这表法真是让众生真看到一个完美的表法形象啊。我这是我心里的话。但是没有空闲时间和姐姐多说什么。这个就表法就这么开始了。所以这个5天的时间，现在我回过头来我给他做一个总结。可以说这5天表法
记录下来了，是一次历史性的记录，它会给后人留下永久的纪念，永久的启迪，它的作用是无法用语言来估量的。那有同学可能问说，到底儿这五天都给我们表了什么法？在看光碟之前，我先给大家概括概括啊，这是我总结的，这五天姐姐表了什么法呢？表了第一个法是学佛快乐法，哎，反过来说就快乐学佛法。我记得这个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我跟同学们也说，我说学佛要快乐，别学的一个一个老气横秋愁眉苦脸的，那学佛可能那路子没走对吧。我说我的方式方法就是要快乐，你要学佛都学不出快乐了，学不出健康来，那谁学呀？所以姐姐这次给表的法就是快乐学佛法。怎么个快乐？用八个字吧，就是谈笑风生，欢声笑语。反正一直到姐姐往上之前，她和同学们见面就用这八个字概括，是最贴切不过了。没有一点留恋，什么牵挂，什么离别愁绪，一丝一毫都没有。哎呀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，那么快乐，那么高兴。这是第一个法，快乐学佛法。第二个法是万缘放下法。有同学当时问我姐说，老菩萨你现在都放下了吗？我姐说，你们考我呢，那你们看看我放没放下，你看我的言谈举止放没放下，我还有没有挂牵。人家就用实际行动表的这个万缘放下法。你看姐姐也有家，有丈夫有儿女，我姐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媳妇儿再女婿，这也一大帮啊，是不是？那也有家有业呀，跟咱们是一样的吗？老人家放下了。所以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，是放下了，而且是一丝一毫都没有留着，都没有牵扯，完完全全放下了。这是第二个法。第三个表演的念佛成就法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我姐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佛成佛往生的。因为我知道我姐姐她读经不多，我姐姐是读无量寿经，她家里没有那个条件，是吧？居住的条件很小，一大家人，她没有时间读经都。再一个呢，读经的时候呢，就是我姐姐曾经来我这儿住了两次，两次加起来大约是十个月吧，一次住五个月左右，一次住五个月左右，两次加起来大概是十个月。这十个月在我这里住着，姐姐是读两寿经了，每天读一部。除此之外，姐姐再没有读其他的经。听经，姐姐到现在为止大约听了将近两年的时间。老法师讲的《大经解演义》，姐姐完全听完了一遍，《大经科注》姐姐没有完全听完，哎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归纳总结起来，姐姐听经读经都不多，唯一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到底，她就是念佛成佛的，这是最典型的榜样。还有一个就是自在往生法，哎，这个是表法当中最重要的环节。因为我从香港回来，不跟姐姐说需要有一个表演活着往生的那个样子的做样子的人吗？我姐不说我来演吗？所以这一次他演的最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自在往生法，一点缺陷没有。从17号开始去给他录像，一直到他往生的那一刻
啊，就是分秒不差的那一刻表达的淋漓尽致。我在这里只能简单的说两句，就是我姐到什么程度演的，剩几分钟了，我姐姐就用语言表达出来的，告诉大家还剩几分钟了，然后双手合十说感恩大家来为我送行，说完了之后又说我已经站在莲花上了，又过了那么一小会儿又说了一句我已经站在阿弥陀佛老慈父身边了，就这话都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。就这个时候其实我姐姐往生的时间我估计也就差那么三两分钟吧，哎，就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姐姐这些都完全用语言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了，然后做了几个手势，这个手势第一个手势伸出了一个大拇指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儿我先给大家说一说，要不大家看光碟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也可能不太理解，这伸大拇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在我姐往生的头一两天吧，我跟我姐姐说，我说姐啊，你要往生的时候你站在莲花座上或者坐上莲花座了，我也看不着啊，我也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给我表达出来呢，你告诉我你坐上莲花了。我说当时你能不能用语言表达我不知道，因为很多人往生的时候他说不出话，我说你到时候是啥状态我现在我说不出来，我说如果你语言表达不出来了，你能不能用手势给我表达表达，我就伸出一个大拇指，我说姐这样咱俩有个约定，二号你把大拇指伸出来我就知道你上了莲花台了，我姐说行，所以我姐那个手势呢真的就给我做了，虽然她前面用语言已经表达了上了莲花座站在了阿弥陀佛身边，她可能这个人守信用就守得这么好啊，就是我跟我妹妹有约定啊，我得伸大拇指告诉她我上莲花座了，所以人家说完之后还是把大拇指给我伸出来了，比划我就看懂了，那就是我姐上了莲花座了，这是第一个手势。第二个手势呢就是两手空心合起来，然后慢慢向两边做了一个花开见佛的手势，这是第二个手势。还有一个手势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，他是右侧卧躺着，他这只胳膊就这么高高的举着，最少不低于举了五分钟。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姐姐怕我看不明白呀，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圆满了。我这句话说完了以后我姐才把慢慢地把这个手放下了。这是一个动作，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向大家挥手，向大家举手，我们理解的意思是不是就跟大家告别，极乐世界见。这个他光做手势没有用语言说，就是这样。12点整分秒不差我姐姐就活着往生了。你们看光碟的时候千万注意看最后的那个镜头，他头一歪，你再仔细看他的脖子，他那个这个动脉啊还在跳，没有断气儿。你这个就是给大家表演的活着往生，没有咽气儿人就走了。后面还有一个法我再给大家说，说什么呢，就说这个菩萨表法呀慈悲到极处了，这给你表一个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，让你看看你信不信，而且走的时候那面部表情笑容满面，大家都可以从光碟当中看到。这不是表了一个自在往生法吗？接着瞬间回来了，回来了告诉大家什么呢，
告诉大家他是按时回家，速返缩合，人家瞬间就回去了，瞬间就回来了，回来干什么？还没表演完，那说还没表演完，尚有一夜未了，就是还有一宿一宿的功夫，北方叫一宿，就一夜吧，嗯，说还尚有一夜未了，那人家就从12点已经按时回家了，又速返缩合了。那下一段演什么呢？演的就是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，演四大分离。这个就是从回来，那就12点多了呗，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45，就这一段时间演的就是这个痛苦的死亡之法。我当时我记得在场，因为有同修在那念佛，我就像现场讲课一样，我就跟大家说，我说你们看到没有，上午给大家演的是自在往生的法，我说现在我姐给大家演的就是四大分离法，就是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。当时有十几个同修在那念佛吧，我就现场给大家讲课，我姐这边演着，我这边就给大家讲着，看来我姐我俩那天配合挺好。但是说实在的，那个法表演的实在不忍看，我明明知道我姐是在表演，就痛苦到那种程度，我这当妹妹的我都有点心动了，不忍心了。后来小宋就跟我说，刘姐呀，你和小四儿，就指着我那外甥女儿，我姐的老姑娘，你们俩上那屋去吧，别在这跟前坐着了。他后来他跟我说，他说刘姐，我看着你有点难过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个痛苦的死亡之法太痛苦了，真是不忍心在跟前看着了。但是菩萨就给你表演的淋漓尽致，活龙活现，那就是上午一个法，下这又有一个法，两个法都给你演了，让你对比着看，你究竟选择哪个往生法。所以说就从这一点上，我觉得真是大慈大悲，慈悲到极处了，不是菩萨再来演不出来呀。我们难道看着这样的光碟，如果还有人不相信，那可真是愚痴到极处了。这是姐姐在这个倒计时5天里演的这么几个法吧。这两个法我看了之后啊，就姐姐表了这么我概括这几个法以后，我有个什么感受呢？我就觉得姐姐太了不起了，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姐姐我才这样说。我看到我姐姐这些天的表演呢，我就知道什么叫菩萨心肠了。过去了咱们老说菩萨心肠菩萨心肠，这菩萨心肠到底菩萨到什么程度，这回我可体悟到了。我姐姐这个心肠地地道道就是菩萨心肠，你别用别的你解释不了，谁能做到这一点？除非是佛，除非是菩萨。过去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多次，我说我小时候啊我欺负我姐姐，大了呢我管着她，就是到现在我也说了算，我姐一切都听我的。我们姐俩就这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。我姐什么事儿都依着我的。前两天就是倒计时5天哪天我忘了，我姐姐跟佛友唠嗑的时候说了一句啊，过去是我妹妹欺负我管着我，但是现在她管不着我了，我都坐金刚台上了，这回该我管他了。说完都哈哈笑了。我说我不敢管了，我说这回是你该管我了。我说老菩萨，我得给你溜溜须啊！我摸摸我姐姐手，我说别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认识我了。我姐说那不能，那不能。就是整个这几天就是一直是笑呵的，可以说在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当中度过的，这个戏就是这么演的。我这当时我一边看着我姐姐这个一幕一幕的表演呢，我这个心里就琢磨哈，这是我心里想的，
我说就这么一个柔弱的老太太啊，我给人起名叫面窝瓜，像一个揉好的面团儿，捏个圆儿就是个圆儿，捏个扁儿就是个扁儿，从来也不知道抗争，受了一辈子气，挨了一辈子熊。我说最后人家一哆嗦，人做佛去了。完了，我姐姐一说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姐就哈哈笑了。我占了大便宜了。你们看那个录像呢，好多镜头，我姐说这句话。哎，我吃了一辈子亏，我受了一辈子气，我遭了一辈子罪。哎，我最后我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你说是不是我占大便宜了？和老法师讲的不对上号了吗？我就想，这是我姐吗？我就看着我姐这一幕一幕表演呢，我心里就想，这就是我那个懦弱的姐姐吗？但是她确实，她就真的就是我姐姐呀。我真是对这老太太刮目相看了，我可不敢再欺负她了，再熊她了。哎呀，这个我姐姐，真是给我做了好榜样。我应该老老实实向姐姐学习，和姐姐比较起来，我自愧不如，我太惭愧，太惭愧了。有香港同学问呐，说那你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这一生怎么过来的？这个呢，我记得用这么几句话吧，这完全可以概括她的一生了，就是受了一辈子气，吃了一辈子亏，遭了一辈子罪，哎，最后人家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这就是我姐姐一生最最真实的写照，这是高度概括的。可能有同学希望，那你能不能再说的细一点，你姐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人？可以，下面我就比较简单的再给我姐姐说一说，哎，她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你们可能就了解的更清楚了。第一条，我概括一句，我姐姐是个平凡的人，她是再平常再平凡不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我们有很多同学老这么想，哎呀，人家是什么佛，人家是菩萨，哎呀，咱们学不来呀，咱是凡夫。那我姐姐的一生可以这么说，她是凡夫当中的凡夫，典型的凡夫，没有一点出奇的特殊的地方，她就是那么平凡。我姐姐说，不在那个跟佛友唠嗑的时候，我姐说，说我啊，我妹妹是什么参天的白羊，我是默默无闻的小草。我姐姐不说自称是默默无闻的小草吗？我再给她添一点儿，她是一颗默默无闻的任人践踏的小草，不单是默默无闻呢，谁都能踩她。你看看小草是不是这样啊？默默无闻任人践踏的小草，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伟业，他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。哎，我说到这儿，难道你还说，哎呀，我学不来呀，人家如何如何？我说，如果你再能找到比我姐姐更平凡、更平常的人，恐怕不太容易。过去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，师父经常说，学佛的人要做好准备，要受尽屈辱。说实在的，我听到这儿吧，我有点不太理解。我说，学佛人怎么就那么倒霉呢？受屈辱也就够意思了吧，还得受尽屈辱。哎，这个词儿用在我姐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，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一辈子受尽屈辱的人。有时候我看姐姐窝囊到那种程度吧，我真有点替她打抱不平。我心怎么能窝囊到这份上的呢？说实在的，有些时候，哎呀，我都恨铁不成钢，恨不能什么事儿我都代替他去做。你说，如果他不是说到一定程度了，我能用这些词儿来形容我自己的姐姐吗？确实是，有时候我给他说的最重的时候，我说你是个窝囊废，
我管我姐都叫窝囊废。哎，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人现在成就了。你难道没有学习的地方吗？你忍辱忍的怎么样？忍辱是一关呢，我姐姐这一关她过去了，啊，最难过的忍辱关她过去了。如果这一关她过不去，她今生不会成佛的。这是我第一点概括啊，我姐姐是一个平凡的人。第二点呢，我概括的就是，她是一个敦伦尽分的人。印光大师不告诉大家要敦伦尽分吗？我说这个词儿用在我姐身上贴切，一点不过分。我就具体再说说她怎么敦伦尽分的。比如说从我姐来说，她作为我爸爸妈妈的女儿，她尽分了，而且做得很圆满。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儿子，就是我姐和我两个，就我们这两个女儿。我姐姐从小一直到结婚，一直到把爸爸妈妈养老送终，一直是和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。她结婚以后没有离开家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说我姐姐对爸爸妈妈尽到了孝道，这一点我远远不行，我跟我姐没法比。我那时候一个是就是工作狂，成天就上班啊工作呀，尤其我调到省政府之后，每天通勤，起早贪黑的。你如果说点客观理由呢，时间紧；说点不客观的理由呢，还是心里没有爸爸妈妈，或者很少有爸爸妈妈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姐就把我们两个人应该尽到的孝道，我姐姐一个人都尽了。特别是后来我妈妈临走的头两三年，得了老年痴呆症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懂，不像现在才明白那个叫老年痴呆症。因为不懂啊，妈妈那时候她就不讲理闹人，因为和我姐姐在一起住啊，她就欺负我姐和我姐夫，反正见着我姐夫的面呢就骂我姐夫，见着我姐的面就骂我姐。我姐啊就哭哭咧咧的上我那去，小云那咋办呢，她妈老骂我们。我说我回去解决，我就回去和老太太谈判。我一回去呢，人老太太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老姑娘长老姑娘短，人也不往这话题上说了。我姐姐就觉得更委屈，你看我伺候你照顾你，完了你还老骂我，你老姑娘那人家还不咋回来，这回来呢你就像宝贝儿似的，哎，就不作我不闹我，就闹我姐。她说我姐心里就比较委屈，就是这个我姐都默默承受了。就后来呢，我妈闹的都到什么份儿上了，没办法，因为他们住的是连着的屋，就是中间有个小走廊，那面是我姐住，这个门是我妈妈爸爸住，这小走廊是通着的。后来因为我爸和我妈这也没办法呀，我妈老这么骂呀。后来我给我爸说，我说爸呀，不行，把中间这个小走廊啊用砖头给它砌上墙，各走各的门，我妈就看不着我姐和我姐夫了，她不就省着骂他们了吗？完了，我爸呀就这么用这个砖头就砌了一个墙，这不就隔开了吗？那我妈她手里有个棍儿，她拄着走道拄棍儿，她就用这个棍儿啊把那个砌那个墙啊就抠了一个天窗，哎，怼下去几块砖，那不又通气儿了吗？她就通过这个小天窗，天天骂我姐和我姐夫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姐真是受了很多很多委屈，但是她都承受下来了，最后真是把妈妈爸爸都送走了。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学佛，还不知道给爸爸妈妈念佛，但是我姐姐那个孝道那份心意绝对是做到了。我认为我姐姐孝道是圆满了，这是我姐姐对爸爸妈妈。对婆婆也尽孝了，因为我姐夫他是两岁没有父亲，就这么一个老妈妈，老妈妈那个现在我们叫往生，那个时候就叫去世。那个时候我姐刚结婚不长时间，我姐姐回去送婆婆，当时家里呢就是说那个他们家
老郭家缺人，因为我姐夫上面有个哥哥，因为哥哥嫂子那面吧可能是不能生育，那就农村很讲究这个，就剩他们这一支儿，那就靠我姐姐和我姐夫啊，那你这支人你得给留后代呀，得传宗接代呀。所以当时我听我姐回来说，人就问说你们老郭家是要人还是要钱。当时我姐夫的哥哥说我们老郭家缺人，所以这样就说这个任务就问我姐能不能承担，那我姐就得承担呢。我姐说能承担，就这么一句诺言，我姐就把它落到实处了。十年生了五个孩子，这不要传宗接代吗？缺人吗？所以说我姐说我用实际行动让老人家能够闭上眼睛，哎，我给你们老郭家传宗接代，所以这个任务我姐就完成了。然后这不十年生了五个孩子吗？四个女儿一个儿子，是吧？其中三女儿21岁那年走了，现在还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嗯，所以说这一点上她也都能尽份了。从做妻子来说，我觉得我姐姐做得太圆满了。嗯，就作为一个妻子能做到这种程度可能是非常难找。我给你们说说我姐和我姐夫他们俩是怎么结合的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姐夫2岁没有父亲，他是55年参军的，60年转业的，就转业到我们东安机械厂，当时和我姐姐在一个车间。他家里特别特别穷，穷到什么程度，他分到独身宿舍去住，那个独身宿舍啊，就给人家事先给准备一个床，床上有个草垫子，这是公家给准备的。我姐夫去了以后就在这个草垫上睡啊，没有褥子也没有什么床单之类的，他就有一床绵薄薄的那个棉军被，这是我姐夫唯一的财产。他每天就是这样，有一个烧水老太太吧，就看着他挺可怜，就跟我姐说，哎呀，说你看谁谁谁多可怜呢，怎么这么困难呢，说你跟他搞对象吧，你要搞对象结婚了他不就有个家吗，就有人照顾他了。我姐回家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了，爸爸妈妈说那领回家看看吧，完了就我姐就把我姐夫领回来了。我还记着嘛，他当时穿着他转业的那个小黄军装，中间的小扣扣都是带小飞机的，因为他是空军地勤。嗯，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。嗯，你要说我姐夫长相没长相，个儿也很矮，说话舌头挺大，说话秃噜秃噜的。他到我们家吧，他都不敢说话，就那个样子。完事，我爸妈妈就没相中。没相中就跟我姐说了，完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烧水老太太又来撮合，我姐姐回家又跟爸爸妈妈说，我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善良的人，完了听了以后吧就不再阻止了。就这样我姐和我姐夫结婚的。所以我姐和我姐夫结婚是我们家既嫁女儿又娶姑爷，是把我姐夫娶到我们家的。所以当时我们家就是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和我们五个人，那就是一个小房子，一铺炕，那时候我们住的是房子是炕，给我姐夫和我姐他俩就在厨房那儿弄出一小条条，哎，用那个砖头还是皮搭吧搭吧，那就是他俩的新房。嗯，这就他俩就是这么结合的。所以说我姐姐这跟我姐夫结婚52年，这52年里从我这个角度看，敦伦尽份，他是一个贤妻，他做到了。就是说对那个丈夫来说，对孩子来说，你想2年生一个，2年生一个，5个孩子一个挨一个，没有爸爸妈妈帮着呀，这五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拉扯大。所以说我姐姐对这些孩子作为一个母亲，她称得上是一位贤母。
两母啊，贤妻良母嘛，前面她是贤妻，这儿她是良母。虽然家里生活不富裕，比较清贫，但是五个孩子一个一个都利利索索的，我姐特别干净利索，人家那个家那个东西，哎，都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。我跟我姐没法比，我跟我姐在一起比我是小邋遢。哎，现在很多佛友都说，哎呀你真干净啊，真利索呀，我心话你们没看着那干净利索的呢。嗯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姐就把这五个孩子都拉扯大了。你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不是一个贤良的母亲？就是姐姐对我觉得我妈妈去世以后，我姐姐就代替了母亲，对待我就像母亲一样那么关心爱护。我和我姐在一起吧，我就像小孩似的，我说撒娇我就撒娇，我说耍脾气我就耍脾气。哎，我姐人从来不跟我计较，你说啥我都笑呵的。哎，一说行，哎，对，就这么办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我姐全是这口气对我，所以我说我姐在我这儿都可以说尽了姐姐的责任，又代替了母亲，非常非常了不起。这是这一条我总结的哈，他是一个敦伦尽分的人。下一个我总结，他是一个爱岗敬业的人。用这几个词儿形容我姐，不过分，不夸张。他是一个工作狂，工作特认真，特负责。哎，老黄牛，踏踏实实，让我干啥干啥，干一样像一样。什么样的工作你交给他，你领导你就放心吧，他不带让你操心的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另外拼命三郎，工作起来天不顾地不顾啊，真是的。我举个例子，那时候你看这五个孩子一个挨一个，不对，那给小孩送奶吗？我姐这送奶时间根本就不固定，不是说上午几点回家给孩子送奶，下午几点给孩子送奶，没有这个概念了。有时间就送点，没时间就免了。所以这几个孩子怎么活过来的？小时候我妈妈用那个小米面糊糊喂活的，然后我姐不回来送奶呀，所以我妈就插那个小米面糊糊。就是我姐小时候也吃过这个东西，我说这个东西你看她吃完了，她孩子就接着吃。这五个孩子是我妈这么喂过来的。那时候我已经甚至在中学了，我记得我姐姐年年是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，没有一年不是的，年年都得奖。就是，所以我说我姐是一个爱岗敬业的人，从来对工作没有挑挑拣拣，安排我什么我做什么，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，领导保证把他交到我姐手里，他从来不带拒绝的，他就是这样一个踏实认真的人。再一条呢，我觉得姐姐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。你看那个时候姐姐家里一共是11口人，我给你们叨咕叨哈，11口人，你看我姐姐姐夫加五个孩子，这就7口，加我爸爸我妈妈9口，再加上我的外公外婆11口，就这么11口的一个大家庭，靠什么生活过日子？我记得当时我姐姐和我姐夫他们俩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足100块钱，我爸爸的工资是81.5块，所以加起来三个人的工资是180块钱左右，就不足200块钱。家里11口人就是靠着180块钱的工资维持生活，但是人家那个日子安排的确实井井有条，从来不向人家借点这个，借点那个，借点钱什么的，从来没有。人家就精打细算调安排，把日子也过得挺稳妥的。我记得笑笑挺挺的，过一天这个没了那个缺了，从来没有过。所以我现在我就想，
哎呀，我觉得我过日子就够节俭了，那我要跟我姐比，我又比不上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五个孩子穿衣吃饭上学，哪点不要钱？所以就是大孩子穿上的衣服换下来，哎，给二孩子，二孩子换下给三孩子。哎，我姐那家那五个孩子就是这点好，不挑，哎，给我穿啥我就穿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五个孩子也就这么给他供出来了。我姐家那个床单呐、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床罩啊，衣服啊，袜子呀、啊、破了，我姐那个手工活做得非常好，能给你补的四个方方，板板正正，方是方，圆是圆。我姐上午那是一看我补那，我姐就笑了，说小云呢，你这是补的啥呀？你这哪国地图啊？因为我补的既没有方的也没有圆的，反正那个东西是个什么型的，那个我们东北叫铺衬啊，就是那铺衬是个什么型的，我就直接给它钉上了，缝上了。所以什么是我姐说那是外国地图，说你这都是外国地图，去了都给我拆下来，完了我姐再重新给我补，哎，板板正正的。有一次吧，我给我姐出了一个难题，因为她去的就找活，小云那有啥需要补的给我拿出来，我都给你补好。哎，我家那个被罩都能用30来年，哎，薄薄的了，有的那个一个手指头一捅都出个窟窿。我给我姐说，哎呀，这个我就拿点什么东西我给你补补吧，你别等到出窟窿还不好弄了。所以我姐都给我补好。嗯，有一天我说，姐啊，我还有一个短裤，你给我补补呗。我姐说那拿来吧，我就拿出来了。你看就那一个小短裤，我记着我姐拿了起来以后吧，翻过来看，调过来看，跟我说了一句，哎呀，小云呐、啊，这个补不了了吧？我说你那继续说，这个还补不了。我姐说，我数一数，你这一个短裤上有48个洞，你说这咋补啊？啊，我说这个你也补不了了，那补不了就补不了了吧。我姐说拉倒吧，啊，这个补不了了。哎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姐她把她自己勤俭持家那个也实际也影响我，只不过是我不会做活，哎，我不能像我姐把她补的那么板正那么细致，那，哎，我就瞎对付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说姐姐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。你说就那么点工资，我们现在有些人可能都想不明白，这能活着了吗？这都咋过呀？是不是这种想法？哎，人家日子也这么过来了，大人孩子一个一个都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的。再一条呢，我觉得姐姐是一个慈悲喜舍的人。嗯，但慈悲你就不用说了。我说这两个字儿，这个词儿谁发明的呢？可能就专门为我姐姐发明的。哎，那太慈悲了，别人有一点苦一点难他都受不了，哎，他自己有苦有难他可以挺着扛着，他看不得别人的苦别人的难。家里的什么剩饭剩菜呀，你看老老少少这么11口人，剩饭剩菜全都是我姐的事儿。老人不用说了，孩子也不让吃，丈夫也不让吃，都是我姐吃。就有时候那饭明明都馊了，那不能再吃了，我姐都舍不得。哎，她也给她拿水头一遍又一遍，头一遍又一遍，完了说行了行了，没味儿了，能吃了，人也都吃了，就是这样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，这样的例子哈，我们家有一个亲戚，经常来向我姐要钱要东西，他在他家生活，据说他自己说困难。因为我们没有上过我们那个亲戚家里去过，我姐好说话，哎，要钱给钱，没钱哪怕我出去借我也给你，要东西给东西，哪怕那衣服在我姐姐身上穿着呢，她说你这个衣服挺好的，给我吧，我姐脱下来就给她，就能做到这点。后来她每次来吧，都是编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我姐要钱要东西，我都有点不耐烦了。我说姐，你别老上当受骗了，这骗了多少把了，他家咋老有事儿呢？我姐说，哎呀，骗就骗吧，哎，他来一次张回嘴，那么大人你咋给他卷回去，我姐就这么说。后来这个亲戚嘛也觉得不好意思，这个编理由可能也编尽了，再也找不着什么理由编了，
这回呢换个招，换个什么招呢，快过年了他出去买猪，回来把猪杀了以后吧，他卖猪肉赚钱。到最后呢，他有的猪可能是那个膘啊挺合适的就好卖，他就卖出去了。有的时候那个猪呢可能就大肥膘卖不出去了，这怎么办呢，他就把猪肉扛到我姐家了。有一年我记着扛了一半，就猪跟不是两劈成两半吗，他扛了一半卖给我姐。完那一半猪我记着清清楚楚记着，我姐跟我说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，用他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他这个猪肉贩子。完了我姐又把这猪肉贩子嘎成若干个块再分给亲朋好友。那你说我姐花钱买来的呢，我姐说我不能再卖出去，我就分给大家吃吧。因为我姐她家也不太能吃这个肉，这个肥肉，但是她扛来了。因为她说那个陪人家，她不说她卖不掉了扛来的，是不是我给你送来的，快过年的完了你吃吧。她明明知道我姐不可能不给她钱，而且给她的钱一定是高于市场价，那这个账他早就算好了。所以我姐把钱给他了，人家就乐颠颠的拿钱走了。我姐这面傻眼了，过年了没钱了，钱买肉了，完了肉又分出去了。我去了，我姐就说小云呐，今年过年没钱了。我说钱呢，买肉了。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，也没人吃。我姐说就把这经过给我学了。那我说你就好行，他咋不找我卖去呢，我说他要卖我不买，我给他戳穿。我姐说不好意思那么大人呢。我上面举这么多实际的例子，我就是说告诉大家我姐姐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你说就这些个事实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她是不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她跟别人有什么区别，她就是那种慈悲啊，那种善良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说说什么呢，也有同学提出来的，说你给我们大家说说你姐姐是怎么修行的。那我前面说了那么多你们自己都能知道了，怎么修行的，念佛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别的什么妙招啊什么绝招啊。如果说绝招妙招，就是纯粹的一门精进长时熏修，一点不夹杂，就是阿弥陀佛，而且就是四个洪名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因为我姐说了，莲池大师说了，一心回家的不用客气了，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使了。所以我姐这些年如果她有成就，她成就在哪儿，就成就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上。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人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当生成就做佛去了的，这是最好的例证。他就是这么修行的。我姐她也不是，我刚才说了读经也很少是吧，听经也就是最近这两年，腿截肢了她也磕不了头，所以这些全都没有了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了。但是她有一条做得好，不受外界干扰，你别人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他都不动心，他不换题，我就是阿弥陀佛了。就这点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。我记得姐姐生前啊曾经跟我说，我问她，我说姐呀、你为什么要演这个表演这个法呢，就是活着往生这个法呢。我姐说小云呐、哎呀我现在听老法师讲经啊，我就觉得哎呀师父太不容易了，86岁老人家了，哎呀滔滔不绝的苦口婆心的讲了这么多年大家还没听懂，那怎么办呢，那我就给他个做正转吧。我姐这么跟我说，我说那你都做什么证啊，我姐说我想做这么四个方面的证明。你是不是他是不是心里有数了，我说第一个呢，他说第一个我要给下莲居老居士那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做正转，末法九千年就这部经成就众生，这是第一个作证。第二作证呢，我要给黄念祖老居士的
大经注解来作证。第三个呢，我要为净空老法师讲的大经解演义、大经科注来作证。第四个，我要为净土念佛法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能圆成佛道，而且是一生圆成佛道来作证。你看这四个证明，这五天的表法完完全全做到了，一个都不缺。所以我记得我给师父前些天写了一封短信，我在信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，我说我姐姐这个表法，我觉得好像十万个人里也难找到这么一个，太难遇了，太殊胜了。我还是这样说，不是因为她是我姐姐我这样说，我既要为我姐姐负责，我也要为众生负责，我要实实在在的把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往生的实际情况，我一定要如实的告诉大家，这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关于姐姐往生这件事情，现在说法也很多，这个没关系哈，有的说这个，有的说那个，有的看到了，有的没看到。现在我们正在制作光碟，等光碟出来以后，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想众生是会得到益处的。今天呢，就利用这么一段时间，我简单地把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和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她是怎么样修行的，简单地向大家做一下汇报。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吧。希望我们每个莲友都能向姐姐学习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感恩大家。阿弥陀佛。